娘娘，想想在大明风华里面，你们就是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大家觉得很值钱的？当我猜胡椒吧，因为我在那个戏里边就是烧一些茶呀什么的，当时我们导演就跟我们说，明朝的茶是要加胡椒的，我觉得可能应该会比较珍贵才加到茶叶里边。好，那到然后土豆啊什么太不靠谱，听起来太不靠谱了是吗？好，那么到底大明风华队能不能第一次就有一分呢？请看正确答案是。加油，我送给你啊，三。